大家早晨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一。哇，你看我后面的这个风景是不是特别好啊？金色的圣山是吗？你看那个山顶上像是戴了一顶金帽子一样。啊，这是我们营地的最边上了。发现有意外的收获啊！这个后面的这个景色真的还是蛮漂亮的。今天9月6号是我们在这个营地的最后一天啊，时间过得太快了，好像昨天刚刚出门，这下两个星期就过去了。这两个星期啊，非常非常忙碌。这个熟悉这个营地啊，熟悉我们的这个房车，也慢慢学习一些看品的一些知识。就是房车的看品的一些房车的一些知识，这个然后呢，1、2、3、4，一共有4波朋友来探访我们，就是短短的这个14天之当中啊，今天是第1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早上我们就离开了。其实今天是第14天，今天是星期二。第二波朋友呢，我把它叫 B。 第三波朋友呢，第三次来访呢还是 A， 然后第四次来访呢，就是今天又有朋友来访问我们，是 A 介绍来的朋友。其实我们不太认识，就是以前经常听他讲，他的朋友也特别感兴趣这个旅行看品，然后我看了看他这个朋友的这个介绍，好像也是个旅行家。也是到处跑到处玩，所以呢，这个看见我们这种房车旅行的方式也十分感兴趣，所以也是千里迢迢来取经吧。不是取经了，就是来考察考察，交流交流，顺便在一起聊聊天。明天我们就转场了。明天这个转场方案呢，其实也纠结了2个星期。本来我们的计划是去旁边一个国家公园，但是这个国家公园最近因为加州的那个山火呢，这个地方可能是那个关闭了。其实我也没查，但是山火确实有，而且我这个营地呢，我看了一下，离山火还有就是几十米吧。我们也不想把自己放在这个危险当中，对吧？即使有一点距离，但是你在那儿看品，晚上睡觉是不是也睡不踏实？万一山火这个风向一转，山火一。每小时几英里的速度往你这边跑，你还是很担忧的，是吧？所以我们那个就是在这之前，我一直试着想在海边呢这个定一些营地，但是海边的营地呢是非常非常 popular， 而且定的时间都很短，就是定一天或者两天。我后面是一个火车，我不知道。所有的房车客都希望在海边住一天两天，都希望那个海边就是春暖花开嘛，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这种景色确实是无敌的风景，而且非常的浪漫，非常的这个宽广，对吧？而且在海边，反正就所有的人都喜欢嘛，所以就非常非常，而且尤其是这个。假期，夏天刚刚过，秋天刚刚来，温度啊，各个方面呢都非常适宜。这其实是个旅游的高峰期吧，所以很紧张。然后我这几天一直也没网，这个网断的让我们也非常心烦。就是，这个是我们它是7天14.99块，对吧？我在这正好14天，
所以我买了两个七天，这个钱都已经付了，但是这个服务呢一直就没有来。这个前七天还好，就从第八天第九天这个信号呢就基本上就断掉了，所以我现在才爬个小山头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找到这个有信号的地方才来这个播这个一地日记。又说到信号去了，这个所以信号不好呢，就是上传呀、这个做视频啊就很麻烦。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查不到资讯，比如说我下一站要去哪儿，这个地方能不能定上营地，或者附近有没有什么停车的地方，或者我们要想到哪里去玩，想到哪里去采购，就是现代的生活呢，基本上是离不开互联网。过去的那些老一套东西啊，就是走哪算哪的这种。也可以尝试了，就实在不行就只好这样了，凭着印象拿一张纸地图，对吧？其实我现在手上连纸质的地图都没有，就是加州的以前是有，现在因为这次出来嘛，就是依赖于这个 Internet， 但是现在这个网络呢让我们查资讯呢去订这些东西啊都很困难很困难。所以昨天呢我们就是专门跑到他的前台，他的前台的办公室，他的那个就是 lobby， 它有这个信号那个加速器，它有一个 devices 在墙上挂着，然后有一个人专门给我们介绍，这个就是信号加速，所以我们在那儿可以有 WiFi 的信号，其实还是连的那个我们购买的那个 WiFi， 就只是说找不到那个信号源，在那个地方信号源比较 strong， 比较充足，所以我们连了它的网，连了它的网以后呢，哎，还不错啊，就是说。就是也就订了两三次吧，哎，就把一个海边的也订上了，所以明天上午出发，中午我们就可以到了 Venturi。Venturi 其实离洛杉矶downtown 也就几十英里吧，三四十英里，四五十英里吧。但是我们住在洛杉矶的东边，又有三四十英里，所以总的加起来八九十英里，而且要跨过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市中心地带，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开车没有两个小时是很难到的，所以也算是比较远了。那个我们从这个营地过去，我估计也要开一个多小时，因为我们是在北面的山上嘛。对，但是那个风景我是看了一些 review， 他们讲真的是非常棒。以前走101的时候，有点印象，觉得有一段开车过去的时候，好像路边停的全是 RV， 其实那个就是他们的 RV park， 就是 Venturi County 的。这个叫做Rincon Island， 那有个 Rincon Island， 所以那条路呢叫 Rincon Highway。 Rincon Highway 它有127个停车位，我们这个叫做Harbison Beach， 紧靠着这个 Rincon， 所以就在它的北面一点点，位置都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在那儿只能待两天，两天之后呢，说不定我们也要想试一下那个 Rincon。Rincon 好像他们说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I have no idea， we'll see。 OK， 啊，坐在这儿还真的有点凉，那个就这样了，今天 OK， 拜拜。